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质量啊哈，小 m 的这个弹珠啊哈，在半径 r 的那个半球形的碗内哈，距碗底呢二分之 r， 哦这里呢做这个圆周运动啊，旋转，哦在水平面上做圆周运动旋转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 ，A 选项啊，他说周期啊哈。等于二派乘以呢二积分之 r， 对不对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我就把对象呢定在这个呢小 m 上面，小 m 是做圆周运动的，所以哦小 m 哈它受到那个碗的正向力，还有呢重力、地心引力啊，这两个力哈加起来呢让它转弯，哎，这两个力加起来哈。提供那个向心力啊，加 mg 哈，等于那个 mac， 哦 mac 啊，哦向心力，这向心角度，那我把它移过去，移过去的话就三个向量哈加起来等于零，那我就可以用拉米定理，哦 mac 等于零啊。哦，啊，这个 AC 是往这边嘛，因为它是往那边转弯，所以负的 MAC 哈就等于这个方向。好，那我可以用拉米定理，正向力 n 啊哈，啊除以到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90度嘛 ，sin 九十度了，它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这 mg 哈，啊除以 sin 这个角度。啊、这个角度几度？这角度60度啦，因为是二分之 r， 这 r， 所以这是60度。好，那60度的话哈，那所以这是30度，所以这个多少？这个是180减掉呢30度了 ，sin 哈，180度哈，减30度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是。MAC 就是向心加速度嘛，向心加速度是 r， 我们可以平方。那 r 等于多少 ？r 是这个曲率半径 ，r 的话是大 r 的 sin 60度，所以这小 r 是等于二分之根号3大 r。啊，除以多少呢？除以呢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就是180，因为这两个加起来180哈，减掉60，这是 sin 哈。180度哈，减掉60度了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等于 sin 的30，啊，这是等于 sin 哈，60度了。所以这是一，这是二分之一，啊，这个是等于二分之根号3。好，那他现在问这个旋转周期嘛，所以我现在把欧米伽先算出来。欧米伽怎么算哈？这个可以消掉，然后欧米伽哈 ，m 可以消掉了，哦，欧米伽平方了哈，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哈，这个 g 乘以二哈，是二 g 啊，它再乘以多少？这个拿过来，二分之根号3，那 m 消掉了，它再除以呢 r， 除以 r 或者乘以多少呢？根号3 r。二分之二，好，那这个就可以消掉了。消掉以后的话，这个多少？这是 r/2g。好，那欧米伽算出来以后哈，那欧米伽平方知道以后，我就可以算欧米伽2g除以 r。按照角度度哈是等于呢转一圈的这个角度是二派嘛，啊除以它的周期，这个就是角速度。好，那周期我就可以算出来，周期 t 啊，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二派啊，乘以多少？这移过来变导数 ，r 除以多少二 g？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，好 ，A 选项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B 选项 ，B 选项的话，他说哈，转动的加速度了哈。是不是等于二分之 g 了？转动加速度就这个，
哦，就 Omega 平方了，这 Omega 平方等于多少？哦，转瞬加速度就是那个象征加速度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哈，这消掉了，根号三 g 啊，根号三 g， 算是根号三 g 啊，不是欧日 g， B 选项是错的。再我们看 C 选项，弹珠对碗的这个压力啊，哦，支撑力啊。哦，弹珠对碗的压力就等于什么？碗对弹珠的支撑力就是 n 啊。那 n 等于多少 ？n 是等于哈二 g 啊，二 mg 啊，二拿过去嘛。n 的话是 mg 除以 mg 就二 mg， 所以 n 的话是等于多少呢？二 mg 啊。所以 c 这个选项的话呢也不对了，哦，要等于二 mg 才对。好，旋转速率哈。旋转速率我们晓得哈，这 d 哈旋转速率哈 ，v 是等于那个 omega 嘛，小 omega， 哦，啊小 r 我们晓得多少呢？小 r 是二分之根号三 r， 那 omega 刚刚算出来是等于这个根号多少呢？二 g 除以 r， 好，那我通过把它拿进去。好，拿进去以后的话呢，这个是三的哈，三 rg 啊，三 gr， 哦，三 gr， 啊，这个啊，这二拿进去也等于二，二分之根号二分之三 gr， 所以呢，这个选项是对的，哦，选项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一选项哈，一选项他说角速度，角速度这个。角度这个，所以它这个答案不对。所以这里答案哈，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选 A 啊跟 D 啊。